最近做中午饭都不积极，那就轮班做呗。我呀，年长者优先。我呀，我也不应该尊老爱幼吗？你先来个幼吧。被迫营业的凤姐今天整点啥呀？今天给你们整一个懒人发面饼，看都有啥。非常简单，酵母糖小苏打，懒人发面就不用你手揉，这么神奇？还是温水啊、哦？看搅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啊，光滑。搁这醒着吧，我再给你们垫点肉，整点膀子肉。哎，我这么多肉啊！姐，我减肥期。啥？把油都给你靠出来了，晚上看看煎的好吧？漂亮。还有刚才煎的鸡蛋和辣椒，都是用这个猪肉做。小料到里，酱油老抽蚝油，这一瞅就过日子人，知道涮涮碗。面也发好了，上啊！刚才那一盆底发出这道这就能做了。来把葱花，先调它一点，卷。直接拿这猪油烙饼，对，嘎嘎香，三五分钟就能吃了。晚上还真挺方便。哎，开饭了。你们吃，我继续唠啊。咱先吃，咱你还追剧呢？还是拿我这个吧，12.9英寸大屏，看剧嘎爽，关键不伤眼。太贵了，用不起。哪儿贵了？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 iPad Pro， 才花了3100，比新的便宜大半儿。这也看不出来是二手的。是啊，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页二手平台，每台都有真人检测和一年包修，特别靠谱。我的平板和电脑都在上面买，强烈推荐，买二手就买官方验过的。别说没用了，老香了，只用这10块钱。就点这个肉吃，对，这样还是老的了。你们村都这么夸人呢？别夸我，你还吃？不用夸他，你就拿行动证明就完事儿了。他可真会吃。哎呀，鸡蛋，哎呦啊！哎呦，我感觉挂钩好像比较掉。这我明天要做不上这样咋整啊？还哪到哪？我这还有鸡架呢。哦，这全都是用猪油整，这得老香了。再给你们添个菜，多的香。哎呦，我就看这鸡架。哎呦，别烫啊，别烫着我。明天你可得好好忍下来，很难超越了这顿饭。应该没错，明天应该是轮到涛哥了。明天不玩了，要不一周只能吃你做一顿饭。